个讲一下，有一些人就是跨足了四个国家吧，算是四个国家，只是澳洲没有放上去，然后介朗又回来了，就历经了瑞士，然后马尔蒂夫、日本，回台湾又要回日本了，那他最终群应该会落在日本吧？目前会留在日本，是不是？希望待满了、啊、然后再继续签，待满之后再看到什么。那课程跟学校介绍的话，我会再另外补充。所以今天比较注重在瑞士的生活部分，然后跟可以在三个国家的实习的经验，然后分享给大家。是我们要开始讲吗？嗯。好，我是 K， 然后我2017年到2020年是文藻，我是文科，是五专部，然后毕业之后就去澳洲打工一年。之后回来准备半年的英文，之后就马上去 BHMS 念，从第一年开始念，然后第 一年级的 intern 是在马尔蒂夫，所以你才准备半年考英文，半年就好了，嗯，哦，就跟刚刚的人一样嘛，半年就对啊，准备你补习三个月就考了，然后都有一些签证东西，差不多半年，嗯，对，然后就第一年实习在马尔蒂夫，第二年实习在瑞士的苏黎世，嗯，然后第三年就跑去想说啊，练一下日文好啊，就跑去日本，然后现在又要去日本工作，是怎样？是一个就是一个循环，然后再去澳洲，循环，然后再去瑞士，然后再去一直无限路这样，就是一个恶性循环。然后这是我在马尔蒂夫照片。然后就是文藻，这哪是马尔蒂夫？马尔蒂夫啊，这文藻啊，然后这个是马尔蒂夫，这是马尔蒂夫啊。那这些文藻啊，这是也是在瑞士这上课的一个过程。可是那天是国庆日吧？对，国庆日，然后就是快要国庆日了，然后就是前几天我们就开始摆设了，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刚好要上那个服务课，啊，刚好快到我顺便应景。对，然后就是马尔蒂夫的那个实习的照片。然后就是，包括你在那个讲，你也讲，我也讲好。觉得为什么要去瑞士啊？为什么要去？可是我自己看字，这样子，对，请自己看字。然后上课方式很不一样啊。然后为什么要实习？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为了补贴一些学费，他可能就是都留在瑞士，对不对？对。但你跑了很多地方，因为瑞士的薪水比较高啊。应该是吧，就是有人真的会补贴一些学费。对，因为你瑞士赚的钱存的比较多，所以他为了要补贴下一年，可能一点学费、一点生活费，他就是会存的比较多。哦，对啊，有些人这样，但是我是没有这压力，就到处跑。是有点。好，不讨论。好，那这是出国去瑞士前的准备的话，第一个是钱。那他好像他一定会有一个财力证明，那就是。看他准备多少，就是可以到处借啊，然后凑到一个数字之后，把证明开出来，然后就把那些钱就交学费。那是十个亲戚一个借十万的，对对对对，就是感觉，因为其实拿证也不错哎，拿那么多钱可以当他证明啊，拜托，就是先借完凑到一个数字之后，然后就是等去银行把证明用出来，然后就马上把那钱拿去交学费，反正他只是要看而已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英文测验，那欧洲的话就是看雅思。托福也是可以，但是就看你考。托福比较难，就是看雅思在欧洲比较活用。对，就是喜欢考哪个其实都好，但是欧洲会比较偏向雅思。那雅思会是比较偏英式英文，嗯，托福是美式英文，差一点。因为学校请的老师也是都以英国籍为主，对，口音真的非常英国。然后，雅思的口试是人跟人，然后托福口试是跟电脑，跟电脑，然后你可能就听到。然后就照着念嘛，对对对，不是，就是隔壁听懂，然后哎，被他去扰乱我的那个节奏，对啊，那这个人专注力也不够，没有是真的，好啦好啦，然后再来就是你需要准备的衣服，像台湾比较不注重 dress code， 就是很多很大学生就是穿拖鞋吊带上课，但是在国外是不行的，就是什么样场合要穿什么样的衣服，然后像比如说夏天的话，其实。瑞士冬夏天也蛮凉，可能台湾人刚去不适应。那冬天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这样子，很容易感冒。刚去的话，虚弱的身体哦。
吃胖一点。对。然后就是上课，对，我们上课就是要穿就是正装，嗯，商务装这样。会被不会是老师吗？没有，老师也这样，大家都这样穿啊，就是一样。然后会有担心的东西的话，就是第一个是语言嘛，那这一次有讲四种语言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你会的，有可能有你会的啦。那你讲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跟罗曼语嘛，啊，你就可能搞不好你运气比较好，你有一个会，但是英文是不太通的，又懵的是不是？对，好像会啊，刚好你是德文系的，很好很好，刚刚好，因为德文系最大部分你刚好可以讲德文，那其实德文跟瑞士德文又有点不太一样，不过你还是可以通一半。好，然后法文就是你可能因为 BHMS 不在法语区，但是你还是可以用一点点嘛。嗯，对对对，上课还是可以，上课是用英文啊，没关系。那其实英文不好就去就是练。一开始大家英文也不好啊，又不是只有你是亚洲人，对不对？但也要不要太差？对，就是要有一点基础，然后去的时候会被队友嫌弃，会被人家说：“哎，你英文不好，不能跟你在一起。”没有人要选中他。那其实你只要有敢表达，但是你就练习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问题了，对吧？你不要怕讲，因为反正大家也会讲的都对的啊，对啊。然后再来就是天气，因为。我刚去的时候，我觉得四月份明明台湾热的要命，然后我在那边的时候，我就穿着羽绒外套，然后我每天都说我怎么那么冷，慢慢习惯，就慢慢习惯，反正待久就不怕冷，像我现在就不怕冷，我现在每天冬天回来台湾后，也总都觉得天哪，大家穿羽绒外套怎么热，你就不要回来，我都穿短袖，你走，然后再来就是食物有可能会不太习惯，因为他们的主食就是。potato，嗯，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各种不同的 potato， 然后就很烦，啊，反正吃久了能吃就好了。potato 的肉 ，potato 跟肉 ，potato 跟蔬菜。哎，因为他们天气冷，要存一些热量。他们的主食都是 potato 啊，那我们主食是饭啊，没办法。然后再来也吃不了饭啊，因为都泰国人。对，那个不一定啊，看有些还是有主食，因为他们主食是肉，然后其他就是配菜，菜啊，然后还有 cheese。看个人，有些人喜欢气什么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歧视的问题，其实就瑞士其实还好，因为瑞士其实是蛮多人种的，因为它附近很多欧洲国家，然后也有居民工作，嗯，所以他们接纳度其实蛮高。这个方面其实比较当地人比较不会。那歧视的话，可能会是反而会是别的国家的人来歧视。法国人比较严重，法国人比较严重。对啊，有些就是在瑞士工作的菲律宾人也会歧视你啊，歧视他。你啥？你要歧视他，你不会讲中文，现在讲中文最大，好不好？现在讲中文比较中国人。I'm from China 。就是你只要会 Mandarin， 你就是一半啊，因为现在都是赚中国人的钱，所以其实就也还好。嗯，